你们是有舞的是吧？我们那个舞不多，其实不算跳舞，就是想应该是看走位啊。你也要跳的是吧？我不知道。但是有 dancer 是吧？有 dancer。对，有 dancer。帅帅的唱嘛，好不好？帅帅的唱嘛，好不好？答应我。你嫌我跳舞啊？不是我嫌你跳舞，是真的。你在节目里这个视频是要永远留下来的。对，宝宝，简单的可以跳，就简单的那种的就可以配合一下阵型的我们。但是那种很认真的那种跳舞的那种，你没有那么擅长，对吧？肯定做自己擅长的事。因为我的那个，你穿紫色还挺好看的，其实。紫色骚嘛，毕竟你知道。真的。还来个 wave。那其实你是可以跳舞的啊。没有，我觉得跳舞的风格有很多种，不一定非得是跳那种，对吧 ？Oh no！我最早 NBA 的球迷，真的吧？以前真的是在想我以后一定要打 NBA 的，结果长到了高二之后发现，哎，好像就停在这儿了。开始站队的时候站得越来越前面了，本来蛮后面的，开始我站到第二个了，我要站到第二个了吗？惊了就算了，业余打一打就行了吧。这个这排群，嗯，来根据身高排个队啊，往后面跑。哎，你往中间站一点，再往前两个，差不多，这么前面，惊了。哎 ，Hello， 哎，哎，太好玩了这个。你们是要来用面的吗？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身高啊？身高开始猛涨的。三吧，你八几？现在一样是八四八五？没有八，你看怎么算？早上起来的话，早上起来和晚上起来不一样吗？哦，就你平均身高多少吧？平均86会比较高。零八六点五，你现在还长吗？不应该不长。你有发现自己为什么长吗？就我喜欢跳。我也蛮喜欢跳的，还有一个喜欢跳的事情，他不是组合里面最高的，是吗？他们组合里面还有个接近2米的。你们是篮球队吗？你们是？你们呢？你们呢？我是第二高的。你第二高的？我们组第一高的跟他差不多，但是他在他们组合是第二高的。第二高没关系，我在我们组合里我也第二高了。你也是啊？我不是，金腿高。没有啊，你是你们组合里第二高的呀。对。现在可以去吃饭了。他们说等一会儿。推迟了。他们说可以要等一会儿，要等一会儿。对，菜要重新加点料。对，再等5分钟。加点营养，听说我们有长高的需求。对。